他帮我安排了乳房摄影，然后帮我安排了切片，做出针切片检查，然后隔一个礼拜我就知道我确诊了。我的人生即将要 走上一个旅程，是可能有点辛苦的，因为我现在是乳癌第二到三期，然后因为我有转移到淋巴，所以呢我需要积极的做全身性的治疗。在去年2021的时候11月，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左边右边的胸部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变化，然后赶快就叫我老公来帮忙看一下，他也觉得好像真的左右边有一点不一样大。因为像哺喂过母乳的妈妈基本上都会有一点松松的，不会那么的丰满跟圆弧的状态，但是呢我发现我的右边下缘的地方突然变圆弧了起来，自己就觉得怎么会我胸部又开始在发育了呢？但为什么不是两边一起发育呢？其实女生的警觉性还蛮高的，就是我们会特别的在意自己的身材，因为我每天洗澡的时候都会自我检测，就是会看啊，就是稍微的检查一下，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有一颗东西的感觉，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紧张，然后就跟我老王讲嘛，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有异状要赶快去检查。我就还是继续我的就是正常的工作啊，录影什么的。有一次我就是上了医师好辣，在医师好辣的时候也非常的感谢遇到一个陈荣杰医师，我就跟他请教了这个情况，包含我2020的时候的11月我也做了健检，有一些健检的资料我也让他稍微看了一下，他就告诉我说这里面的血法有一点需要紧张，他就鼓励我说你应该立刻去检查。然后就在下一周的礼拜五，我先生就帮我挂进了台大的甲医科，然后让我去做检查，就一照超音波的时候就发现不对劲。因为他说你知道如果挂这个医师的话他没有动刀，我就心想说为什么要动刀？然后他又说因为你这个啊可能需要挂乳房外科，然后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要穿刺，要切片。我听到切片，我当下在检查台上我就开始就是默默就流泪。他就建议我去加号挂乳房外科，因为我乳房外科诊都非常非常的满。好，于是呢我就挂进去，他帮我安排了乳房摄影，然后帮我安排了切片，做出针切片检查，然后隔一个礼拜我就知道我确诊了。其实我后来回想，大概就是我还没有发现我的左右边的胸部有些微差距的时候，其实有一阵子我发现我很容易一直发烧，然后那个发烧可能就是发烧一天，然后我可能自己吃成药，然后让它下去以后隔两天又发烧。当时候我没有察觉有什么特别的异状，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的不正常发烧，但身体也没有其他不舒服，例如说喉咙痛啊或感冒的话，其实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警讯。然后还有就是我身上的伤口不容易好，例如说我现在身上有一个小伤口，一般的伤口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之后可能会慢慢愈合，可是呢我这种这么小的伤口我可以拖到快一个月它没有好，我就会觉得说这就是我抵抗力太弱啊，免疫系统没有好好啊，可能是我太累就是没睡好，我都会自己找一些借口。然后还有右边的乳头会觉得有一点点痒，例如说我可能就抓一抓抓一抓没事了，然后可能后来就觉得不对，为什么开始有点痒，又开始抓一抓抓，但是左边都没有任何的事情。然后再加上我的胸部的皮肤上面会长一些痘痘，那个痘痘也是很不容易好的。我觉得这几个征兆可能可以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参考，这些都是不太正常的情况。我自己是罹患乳癌的低风险区，有哪些是高危险区？就是跟外国人比起来，亚洲的女性啊通常都是40到55岁是比较高风险区，可是我才35岁，我确诊发现的时候我才35岁。然后还有如果你有在吃避孕药，我也没有吃，
或者是一些服一些荷尔蒙的补充剂。自己也都生了三胎嘛，所以基本上我也有喂母奶，最少都有五个月，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低风险群，很低很低的风险群啊。我也有去验过安吉丽娜·裘丽验的那个 BRCA1 跟2的基因，就是这个基因啊，如果有变异的话，得到乳癌跟卵巢癌的几率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也验过了，欸，我也都正常，所以基本上 我自己觉得我是完全低风险区的。但是因为我们家我姑姑有得过，因为家族有这样基因的话，可能就要对这个方面更敏感，然后更早的去做一些检查。当我身边朋友家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都给我很大的支持跟鼓励，那个鼓励是让我很安心。之后要化疗或者是有一些治疗的时候，就会需要家人在旁边帮忙照顾小孩啊，我们的一些饮食啊什么的也很需要家人的支持跟鼓励。尤其是在做化疗的时候，三个礼拜会要打一次，第一周都会非常非常的疲惫跟虚累，心情我觉得要维持正面真的会有一点辛苦。可是我的想法是，我今天真的生病了，我就去治疗，去面对，去处理它。那虽然这条路真的有点辛苦跟崎岖，我也相信我自己可以面对，